前期我们根据这艘游轮两次试验航次做了调整和准备，为保障首航旅客顺利通关，我们对长眼大厅、登临轮廊桥提前踏查，优化出入境流程动线。我们第一次坐这个大游轮，然后来体验一下这个国产的首航爱达摩多号，然后今天人也特别多，通关也非常的便捷，很壮观。 很有序，就是然后服务的态度，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上海这边人的热情。